行过全世界，专业旅游上用心，一百年旅行社带你世界拍拍照，享受自然奇境，欣赏建筑艺术，看见精彩世界，探索历史年轮。一百年旅行社，中价位高品质，刚好你真亲切的服务。大家一天辛苦，大家一天辛苦，来到立山，大家去讨个安尼一天辛苦，啊，咱即马要来去住迄个山中温泉，吼，咱第一天住白马，第二天吼，咱住山中温泉，所以咱住这间饭店叫做山中温泉嘛，是叫做汤块。这马拢算一种连锁的饭店，啊，来到这边，哇，这个是一间餐厅，叫做四季彩。哦，你看，哦，这顿足丰富的呢，足好食哇、啊！我感觉有的人讲爱食会席料理，啊，有的人爱食自助餐，啊，其实咱若食会席料理。上济，予你安尼细行啊，细行啊，十几行。啊，其实咱若食这种自助餐吼，食咱家己客，客咱家己食吼，即一当食差不多20种，上无嘛，阁有一个冰淇淋。吼，啊，你看，咱入来到饭店，啊，即体贴的服务生，门窗已经甲咱铺好啊。吼，啊，咱住的饭店吼，外口吼，外口就是树拿。哦，你甲看这气氛偌好，吼、哦！这间饭店我足喜欢，伊这边啊吼，还佫有一个花园，你看爱当坐伫遮享受这个芬多精吼、哦，这个奇怪芬多精，所以这个饭店吼、哦、是我感觉足好的，尤其是咱会当吸收这个松树哈、哦，松树所分泌出来的这种醇哈、哦，人家说。紫杉醇，这三嘛分泌的醇是一种抗癌物，哈、哦，抗癌物。所以咱哈、哦，咱伫家，咱得爱多多安尼改深呼吸一下。难得住这家饭店，啊，而且一间饭店的温泉嘛就好诶。好、哦，温泉多伫咱即马即个花园的边啊，有室外温泉，啊，伊嘛有室内温泉。所以来到日本哈，洗温泉是一个高级享受。啊，唔知咱大家团员有去高级享受一个无？吼、哦，那是我一定是哈、哦、不错过的。啊，因为这个行程哈，肯定好一顺哈。咱住的这间饭店哈了，因为遮离咱要去参观的所在，好、哦、要去今仔日要去迄、那个。金泽，哇，那也真好奇嘞！看到樱花，吼、哦，就是四月底来，就是有一个好处，吼、哦，樱花，因为咱到山顶、到山来，只樱花拢也搁在大开，哇，笑一笑，吼、哦，是较山上的樱花，伊只吼拢，你看这拢八重樱比较多，吼、哦，拢伊的花瓣比较多，所以这个花。开的花季哈、哦，比时间比较久，哇！你看规丛的杜鹃呐、啊、哈，啊，豆干咱开干，哇，好漂亮，实在真水啊！饭店的外口都会当翕到遮水啊，敢那看遐山啊，啊，看遮花，就值回票价了。天天都是高潮、哦、天天都是旅游的高潮。这哈、哦，这牛排嘛就出名，因为这距离飞头山就出名。人家说飞头的牛肉哈、哦，昨天晚上大家应该有吃到，然后今天的早餐也是非常的丰富。我大概拢安尼一直算一直算，啊，阮一到来日本拢食较肥倒来啦，五天肥三公斤啊，讲五天肥五公斤就较含啦吼，较困难，五天肥三斤不为过，逐顿拢食较足饱，
因为太好吃。老腿软，老腿软，大概拢看恁在吃，好吃哦，呵呵，谢谢谢谢，好吃哦，帅哥，好吃吗？哇，帅哥比较厉害哈，吃鲑鱼，还有玉米汤，哇，阿哥有烘鱼啊，这个新鲜的鱼，你看早餐还这么丰富。就是下大雨，在那个雪地面的时候下大雨。对，我懂。而且你关心你们啦，真的太厉害了。接下来，刚刚，所以的行为关心嘛，关心嘛。哎呦，真是倒霉。会接到，大家就来这里。哈，休息站哈。哇，这就是看兔的所在，哇，肥肥的，看得好哈，卖改崩哈，卖改崩，哇，这乌兔好可爱哈，这个所在就是兔啊哈，未接到这个所在就是来这看兔啊，真济兔啊哈，嘛是一个特色哈。这休息站都很漂亮，这里看这典型的日本式的建筑。哎呦，小兔子，黑兔子，哈、哦，野兔，哈、哦，这是卖咖啡的哈，哈、哦，兔啊，一个月生一道，叫做月兔，啊，伫遮会当食兔啊咖啡，哈、哦，它不是麝香咖啡。麝香咖啡就是说麝香跟咖啡吃在肚子里还又放晒出来的咖啡叫做麝香咖啡、啊、这些兔子有没有、哦、它是用它兔子的名来喝这个咖啡店、哦、它的咖啡并没有兔子吃了、啊、它又放出来、哦、所以它就不是兔子咖啡也不是麝香猫咖啡所以越南、越南有一种麝香猫咖啡，就是安尼吼，就是把咖啡食到伊个巴肚内，啊消化掉，啊才放出来。啊，所以这个所在是兔啊，是兔啊出名。啊，你看来这拢是兔啊，哈、哦，规个店拢在卖兔啊，拢是兔宝宝，好可爱哦，兔。兔宝宝的家，爱动物的人来这里真的是很好。啊，好可爱哦！什么样的兔宝宝都有。哦，啊，这兔啊，搁甲穿日本衫。哦，啊，这个就是吉祥物，兔宝宝的吉祥物。这生理人脑筋真好哈。哦嗯，好可爱哈！该买一个囥的咱兜，嗯，哇，来看你有没有得奖。